也已经飙破204万。问题是，根据华盛顿大学最新的预测，他们说会有第二波的疫情，在十月的时候呢，可能死亡人数会逼近有6万人。这消息一出，引发大家的隐忧了。美股道琼指数收盘就暴跌了1800多点。纽约证交所收盘，美股再度响起空头警报。尤其道琼指数暴跌1861.82点，跌幅6.9%，不仅差点触动熔断机制，单日走势也是近三个月来最糟。主因是美国联准会看衰未来经济，加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研究指出，第二波疫情恐怕会在九月中爆发。We are now forecasting through to October 1st, just shy of 170,000 deaths. 目前美国确诊人数已经突破204万，死亡数也破11.5万人。但随着各地示威活动四起，各州也都纷纷解封重启，像是纽约的第五大道商家重新开始营业，吸引不少顾客上门。佛罗里达州也将开放更多游乐园，期盼吸引游客重振经济。但佛州连日的新增确诊数几乎都突破1000例，其他地区也都引发忧心。The mayor of Phoenix says her city and her state is not recovering from COVID. She said we reopened too much.Too early. 统计数据显示，从五月中解封后，亚利桑那州的确诊数几乎翻了1倍，甚至2倍。重症病床的使用率也已达到79%。如果疫情再度失控，恐怕引发医疗资源崩溃。此外，美国前驻鹿大使洪富培也自曝新冠肺炎呈阳性，但他在自我隔离期间仍为年底竞选犹他州长奋战，在家也要全力拼选举。记者孙佩芳报道。